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我是纽约道场的知群法师，很开心与大家空中相会。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星云大师全集里面人间万事单元中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功。人在世间，莫不希望自己能建功立业，虽不一定要功勋盖世，至少能留下立功、立德、立信的三不朽事业。人虽然都希望有功于社会乡里，可惜很多人求功好利，往往适得其反，所谓功败垂成，因功而失败的例子很多。有哪些人不能成功呢？一，无功受禄的人不能成功。没有功劳而想获禄，这就如同缘木求鱼，没有因哪里会有果呢？我们看到一些人成功，就要知道他们都是经过多少的辛苦，流过多少的汗水，才能功成名就。人生于世，只要建立功勋，实至名归，就是有人辜负你，历史和大众都不会亏待你。反之，无功受禄的人，如历代的外戚，靠裙带关系，纵然受封，别人不服气，也无法成功。二，急功好利的人不能成功。功劳不是一时的，建功立业是一生的事。有的人没有耐心，没有恒心，只希望一时侥幸，所以急功好利。急速成长的树木花草价值有限，历经岁月考验得来的成就才能实至名归。好大喜功，急功好利，例如过去的武将贪功造进，结果全军覆没，良堪痛惜。三，居功自傲的人不能成功。有的人本来建立了功劳，让人崇敬，但是他居功自傲，反而因功获罪。例如满清时候的鳌拜，就因居功自傲，使得年幼的康熙承受不了，最后康熙智慧而勇敢地铲除了鳌拜。所以居功自傲的人应该以此为戒。四，贪功起信的人不能成功。有些人为了贪取功名，制造是非，挑起事端，
让别人互相斗争，他们好从中取利。这种人或能侥幸获利，但长此以往，让人认识了他的诡计谋略，大家往来谨慎。如此纵使一时成功，但孤家寡人一个，没有朋友，人生又有何乐趣呢？再说一旦让人看出他是双面人，是专门挑拨造弄的小人，虚假面具被拆穿，也会为人所唾弃而功败垂成。五，邀功求赏的人不能成功。古今的英雄建立功劳后都希望因功获奖，古代的韩信向汉高祖要求封假齐王，汉高祖生气不允，后经张良暗示，灵机一动，改口说要封就封真的，何必要假的呢？因此封他为齐王。但韩信因此埋下杀身之祸。近代选举，每次胜选的功臣都会要求封赏，因为封赏难以公平，彼此斗争搞得鸡犬不宁，总是有人侥幸成功，得来的赏赐也不会长久。六，前功尽弃的人不能成功。有的人立下许多功劳，但不能守成，因为另外的因缘不具，让所有的功劳付之东流，终至前功尽弃，孰为可惜？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所以能够谨守功劳，不要功败垂成，也是人生重要的功课。听完星云大师这篇文章，您是否从这六种不能成功中找到您成功的答案了呢？如果您想对以上内容有更多的了解，请您与我们一起阅读星云大师的全集。感谢您的收听，阿弥陀佛。Yet I was always feeling down, lost in the crowd. When I start to look within, there is no doubt. I can feel my power waiting to come out. Bring out compassion, bring out happiness to the world I care. It is time.Take a step to create love and respect, showing what I've got with all my heart, standing firm, I will not stop. Open my arms and my heart, let the sunshine pierce the dark. Give one confidence, give one joy, give one hope and convenience. It's the vow.The power in me.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There is no doubt, I can
修剪修影爱修青春，爱就是想奉献一下发挥热情，爱就是想无怨无恨，甘愿为众生。爱就是想时时享受感恩的人生，爱就是想爱惜今生的伤痛，爱就是想爱惜你我的灵魂。爱上你我的缘分。